大家好，我是凯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ra。我们今天来做什么嘞？拍 MV。为什么我看起来很像小朋友在上课？没关系，自然就好。我们今天是要拍2023 Rakuten Girls 的，我们念日文版的 MV。你是英魂日 Rakuten Girls Garu Garu Garu， 它是那种片假名 Garu。我知道啦，我们 Kira 以前有学过日文，只是没有什么在认真，认真起来就不一样，你就知道好看。乱录，现在只有你的下，哇，就是、哇，就这样走了。但是我们银乐学姐不见啦，放手机，你是不是忘记带了？导航来的，应该在这里。你觉得我们今天会几点结束？我觉得今天应该至少要八点，晚上八点。那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比较早结束，因为学费基本比较少。这个影片出来之后，就是 MV 已经出来之后，对，所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支 MV。然后我今天就是随意录录，大家记得追踪我们啦。好，嘿呦聚聚，我们的雨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雨汉，36号的雨汉。皆さん、私は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私は楽天ガールズの36番です。雨汉的，我也希望我的字我可以讲一下，你那么溜，真慢慢学习，你可以的。那我试看。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、私は可以的是哈啾哈啾哈啾是什么？哈啾哈啾啾哈啾的是哈啾啾哈啾吧？哈啾啾哈啾，哇，你这很蛮难念的。88。哈啾啾哈啾哈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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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的是。80番です。它有点那个啾啾啾。对，它其实有点难念呢。不是我的很难念吗？80番的，80番的，对啊。80番です。对。80番好，你的是。ちょっと難しいよね。36番比较好念呢。对，36番です。你的比较好念。对，36很好念。然后我们要请大家多支持我们。那你帮我看我这样讲对不对？好，来吧。应援嘛，就是 OM 嘛。そうですね。Stay ください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所以皆さん、応援してください。可以，但是要更有礼貌，可以说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之类的，就是くれて就是更尊敬，希望就是能很感谢大家可以就是支持我们，为我们应援，为我们加油打气，很谢谢。一起讲。我们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耶！我们的舞蹈副总监哇，好溜啊！他昨天练舞真的是练到已经走火入魔了。他对啊，请大家多支持我们小凡学姐，谢谢他的 IG， 谢谢大家，欢迎啊，欢迎的，对，刚好刚好刚好。在这里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耶，你们的 vlog 吗？对啊，随便录录。我今天呢，就是呈现一个督促大家的状态，说快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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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应该快开始。我赶鸭子上架的感觉，我们一堆鸭人都准备好，可是我们的背景 delay 着。哦，那没办法。哦，反而是很大阵仗，就是大手笔，所以 delay 着。但是没关系，期待一下。期待一下，厉害的耶！那我继续找人，好，拜拜。皆さん、応援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耶！また今度ね。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温妮，96号温妮，97号啦，97号。有九十六号，96号是谁？96号是牧野。哦。97号温妮，97号，对，这是我们上半季比较少看到的温妮，下半季很常出现。然后我看到你的手机正在打 game， 这什么游戏啊？我最近新玩的游戏，这是什么？搞得好像在代言哦 ，RO 啊，《仙境传说》。对啊，这个这个你不用玩，它会自己跑哎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就是新伺服啊，然后我就想要玩玩看，而且我在韩版。韩版，我今天才刚玩第一天呢。那你现在正在玩吗？对，我现在正在玩。你不需要可以自动练功吗？啊，我比较喜欢玩，就是那种可以自己打。推荐给大家，而且还有新伺服哦。今天有新伺服。你喜欢它会自动打击？
我喜欢啊，像我喜欢玩风之谷。你玩过风之谷吗？风之谷是自己玩的呢，没有自动打。风之谷手游，风之谷 M 它是帮你打。那你要干嘛？他帮你打，你要干嘛？就是你还是要设定，就是你还是要看一下这样，然后接任务打怪。是传说挂的，就是要自己。哎，我以为会玩传说啊。你现在有在玩吗？有啊，我有在玩啊。现在你等一下可以来打一下。哦耶！我真的很嗨耶！耶！懒懒跟幽灵要请客，好像是因为迟到的关系吗？哎，懒懒不是很早就起来了？他不是很早就起来了？他去用造型，他自己用造型。哦。原来就应该是，好好看哦！我看懒懒超漂亮，对，因为他自己用妆法，很完整哎。对，他还有那个像雷射的那种，就是韩团那种多巴胺那种。对。然后期待我们的影片，好，期待我们今天 MV 的 Vlog。啊哈，啊哈，子萱觉得今天。啊、如何？啊 ，very good， 睡得很饱。你哎呦，我看到你睡觉，我要等一下跟他们要影片放在我的片段。不要，很丑。不会，很丑。那你对我镜头撒娇，我要一个。一定要这样吗？一定要撒娇吗？你很适合撒娇，像我就不会撒娇。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。是的，你很适合。我准备好了。哥哥，我想你了。为什么你还是小傻娇？第一套收工，收工，大家都辛苦了，漂亮漂亮，好赞好赞。我们今天已经把第一套拍完，我们要准备去换第二套了。嗯，对对，累吗？累，而且旁边那个餐酒馆好香哦，我现在很想吃东西，肚子饿。可是我们还有晚餐，其实。哦，对对对对，就其实拍那种 MV 什么都是要 hold 一整天，就是不、可能不是一直在拍，但是等待的时间也是蛮长的。对，而且我觉得是精神的累，并不是说、我们要一直拍。也是就是等待啊，因为我们也不可以乱睡，头发会压坏。对，所以就是 hold 住也是很累的。想练舞也不行，因为会满身汗。没错，好，那我们要去换第二套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好哎、我们换好第二套了。对，很可爱。我们因为我们刚才东西啊，没事。好，你笑什么啦？哦，对。继续哦，继续好，对，然后我们应该差不多快结束，拍完形象照，你拍完对不对？我拍完了。对，好，那我要问一下我们 Kira 今天拍我们乐天2023 MV 的感觉是怎么样？很漫长，很漫长。以往都拍很久啊，然后今年算是就是时间都很准时，没有 delay 哦，真的、哦，太优秀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我们很幸运哎、因为我听说去年很热，然后又拍到半夜。对。对，大体内，对对，今年感觉是会提早，对，因为场地的关系，室内的关系，就是场地如果说 delay 的话，就要在一整天，哦，大家要把握时间，大家追踪我们美少女说话姐姐，那认识，其实 我跟我们米莉认识很久，从我年轻的时候认识到现在，也是我年轻的时候，那你今天感觉如何？开心，开心啊，好玩啊，而且有冷气。哦，之前没有很热，去年真的非常热，是有啦，但是因为去年印象太深刻，去年真的太热。我听说去年很多人中暑然后狂吐，有到吐吗？只是真的好像很多人中暑一阵，因为去年真的非常热。哦，可以问一下后面去年我拍的，后面是新学妹，后面全部都是今年。要ASMR 哦，我已经吃完了。我们现在很尴尬、可以想点话，你要说什么？幸运的招牌动作就是嘟嘴，可是会被骂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被骂？很欠，他们都说嘟嘴很欠骂。粉丝就是又爱又……那可以这样吗？好，就是请剪掉。这个啦，
这个要放大，这个放大，我这个可以啊。首先感觉如何啊？我哭首先。很好玩啊。很好玩。很酷，很累，很想睡觉。欸，我真的，我昨天好像两点，我好像只睡三个小时，因为我很早，我为了这个 MV， 我很早，我五点就起来化妆。我五点起来化妆，因为我怕就是因为我自己化妆啊，我怕化长得不好看。你其实长得很好看，你不用担心，而且你的粉底真的是我看过化最好的，很厉害。但我现在为什么觉得好丑？我们可以赶快拍完吗？我脚很酸。容貌焦虑症，拜拜。哦哦，追踪一下，好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。没有。你会放掉了？你会开始？明年四年半吗？解放上了。我今天的位置呢，都是坐在我们依依学姐旁边。然后，她很酷的是，她今天从头到底都在玩《萨尔达传说》。我都不知道这个游戏有什么迷人的地方，非常好玩，完全非常好玩。它是打怪吗？玩到一整天，到了晚上我才理你。有非常多的那个地图，然后有就是地上，然后天空跟地下。你玩过？你很专业。就是只要有这种可以，就是需要等很久的时间，或是玩大的，对，就是延赛的时候，雨停也是玩大的，大的。像双子座的慧慧学姐，没有，我的双子座是那个潜在的，潜在的，所以其实你私底下其实可以玩得很开，我可以开也可以不开，然后不熟的人我就会不开，开的话可以就是跟现在完全不一样，应该可以吧，哈哈，想知道吗？好，哇，我学姐还带那个戴森的电风扇，太强了，怕热，因为很热，阿 Z。阿 Z， 卡哇伊，拜拜，拜，好，耶！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2023，是你的吗？应该是你的，因为我刚刚捡到，然后漂亮的菲菲学姐路过。哎，2023怎么样？2023有你就很漂亮。哇耶！最会讲话。耶！跟我相识。耶！啊，还没讲完，我讲。我们是不是把那个结尾做完了？还没了，还没。就是今天是我们 La Cousin Garu 的，就是2023新的单曲的 MV 的拍摄。那今天听说是非常顺利的，提前结束了。对，以前好像听说都是会延迟、延续，怎么？就是从对，然后会拍到半夜这样。是今天就是本来是表定十点，我有看十点多结束，但现在才几点？8:43，其实更早，8:30左右就结束。对，那今天非常开心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其实站的时间也蛮长，所以我们打算去按摩。对，没错，这脚太痛了，我真的需要放松一下。我本来想说我不要按，因为我有固定时间，礼拜二或礼拜四按。但是被我们 Kira 就是煽风点火啊，好啦，去按一下。对啊，按一下。明天我还要上班，我不按，我明天怎么上班？你要出赛哦。对啊。頑張れください。